小姐姐，你在看啥呢？出什么问题了？反正现在大哥挂机，我们有大把时间看。那边又有什么东西？啥情况？天才神枪手落地就是刚好，我是米妮。到了第二局，大哥依旧在挂机，不仅大哥在挂机，连小兔变者也在挂机。你们一般遇上挂机的会怎么玩这局呢？大哥又活了，又可以快乐的玩耍了。现在人群都在集体围攻，大哥寸步难行。作为正义的一方，当然不能和他们一起欺负人，但是上去耍耍他还是可以的。竟然有个憨憨想学我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住的，只能跑了。在箱子里躲一下，他应该没看到我。被发现了。好家伙，偷偷跟踪我！刚刚又不是我害的你，还不是你自己要跟上的。来嘛！天高地阔，还在这儿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还真不放弃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你个滑铲！这玩游戏一定要笑，笑着玩。抓不到，抓不到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人去哪了？又来找我了！真的，我在这呢。抓不到！你好坏哦！滑铲！蠢的一批！哎呦我的妈！时间到，你们说，如果再给他多一点时间，他能抓得到我吗？最后别忘了给米妮的视频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